我又回到校园，同学们，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你们前途，因为你们的超级老师回来了。曾老师离开哈佛高中，学校都没什么动作了。二姐，米老师好。季老师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二姐，米老师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问，我一定尽全力回答你。 你知道高三乙班现在的状况，可是学校一直没有派班导，这样一个群龙无首的状况，我很担心他们会出事。米老师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，所以你不知道接下来高三乙班的导师是谁？难道你知道？不对，学校还没有公布啊。那到底是谁？曾老师在离开前有特别告诉我。 曾老师说要找了一位绝世高人来带领高三一班，这个人听说是教育界的传奇，神出鬼没，你想见他还不一定见得到。而且他的教育方针是不按牌理出牌，总是在整学生的过程中打灯泡的任督二脉。谢谢老师。 他自称是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没有整不到的学生，可以说是本市跟身手都十分了得。谁在偷袭，还不速速现身？初山救人。<笑> 而且曾老师还说，他不止可以解决学生的疑难杂症，如果我们老师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问他，连我的好期待会不会这号人物。这位高手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曾老师没有交代那么详细。神出鬼没，不按牌理出牌，爱整学生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人？ 好像似曾相识，似曾相识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千万要知福惜福啊，因为即将来这个徐老师呢，是别的学校想请都请不到的，堪称是呢教育界非常具有神奇性的超级老师。哇，居然是超级老师哎！嗯。 希望新班导可以带领我们好好学测。嗯，姓徐的老师，该不会真的是那个人吧？新班导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天气真的很热哎。啊，看来这个徐老师连最基本的手势都做不了。嗯，各位同学，听我指令，来，喂，男同学，别乱跑，乱七八糟的，哎。 这种神出鬼没、不按牌理出牌的举动，根本就是那个人会做出来的事啊！我又回到校园，同学们，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你们前途，因为你们的超级老师回来了。 我就是你们传奇老师徐一飞。啊？